其實因為我係我諗最多係個球啦，因為替咗一半啦。咁就但係喺因為我最中意加沙，咁件沙入面咧其實就藏咗好多暖包。咁因為暖包嘅，譬如我哋有三件羊毛底衫啊，因為我哋上山嘅時候會係零下十幾二十度，咁可能再撞正風沙啊，落雪啊咁。但是究竟是絕對值得的。嗯，其實靚的都不是很漂亮，大家不要那麼高興喎。OK 啊，我覺得真的是挺好咯。如果我再企在旁邊的話，那就會中風了。你不要那麼氣嘛。對啊，都有個有個土豆，是不是那些叫肚腩？我其實是女人穿的。對啦，那些肚腩咯。是。那都挺潤盡的，我記得拍的時候。即例如我記得Steven 同埋陳柏霖喺玩牛屎咧，即玩牛屎，跟住有啲牛走嚟追咧，跟住佢兩個第一時間走到好遠，我仲要慢跑咯，係咯，但係佢兩個跑咁。今次呢個劇情咧，就反而反翻轉，我喺戲裏邊咧就係、是、最唔想取西經，成日都話師傅話不如去感化佢啦，咁我第一時間推佢出嚟，你咁你去感化先啦。你哋行先啦，不如。係啦，咁我就留後。我轉頭住啦，唔好煩啦。事關呢個唐三藏咧，係唔準識武功嘅。係。係啊。咁你可以淨係攞住呢支金剛棒先，咁喺度更加做裁判。如果見佢哋做得唔好咧，可以一棍咧就係拗落去。冇錯啦。係，咁我哋拗咗好多次㗎啦，冇辦法。哇！哎！擺咗啲 jam 咧，食嘢食得唔乾淨，冇抹咗。你留意下佢嗰件衫係咩做成嘅？垃圾好環保啊！好，咁佢咧就會同 Steven 咧講出咧其中一句對白嘅。我同我咧我望住 Steven 講啦呢個對白。揸住咪講。我要同我的三毛的两个去外面画了三米毛。我很高我很高高高我。就是每一次拍戏，尤其是拍一些就是讲爱的故事，都必须要先爱那个对手啊。其实戏里面的一首主题曲就是他写的，然后他就找我帮他填词啊。那最初我蛮担心的，因为是我第一次嘛。然后但是他说如果大家配合去有一首主题曲啊是他写而且是我填词啊，那就很有意思，所以就填了。怪癖，其实我自己我有什么怪癖？不洗澡。还有打电动，那个也不是一个怪癖，那个是一个爱好，好不好？还有什么？还有，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你知道我是奇怪了，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怪癖？其实没什么了，我睡觉的时候，我盖着被子一定要用脚去压住，要不然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而且我是趴着睡。